白丁，今天又找到一个新的品牌了，得力钢笔啊，它是属于它不像那种永久啊、文龙啊，或者之前说富力文那一类的九十年代的一个老钢笔，这些属于应该是属于新兴的，像那个 Pen BBS 弹笔，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品牌啊，墨匠那一类的一种新兴品牌啊。那首先这样子，我这个包装，反正我买了两支，你们可以看到时候会看到两个视频。那也是一样，很正常一个包装啊。Discovery 发现者，反正这两个字好像意思语境不是特别大啊。反正 S151。颜色我忘记买什么颜色，反正应该也是两三个颜色选吧。那反正我连接我这样放在那个评论区上面啊。刚吃完饭有点饱，然后这边是有点光的一个包装面啊，就有点亮，但不是特别亮的那种。那打开的时候，反正它是这样子，那、啊、然后就这边啊，反正往左边推啊，反正推啊，看一下啊，好，后面没事 ，OK。好，这一个推完以后，这个放一边去，然后再下来一个得力钢笔啊，放正一点吧啊，然后对，然后直接就往上，从上往下，就正常的像苹果 iPhone 那样子一个打开模式，从上往下开，对，打开以后，嗯，这个包装反正就啊，这个先放一边去，这个笔首先第一个感觉现在很多笔都喜欢用这个笔夹，这个笔夹的确是它设计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最拉米 Serif 的整个笔，我觉得它最做的最怎么说用心就是这个笔夹，就又符合生产的一个标准，而且一个思路或者一个逻辑。然后呢，它这个东西成本又很低，它不像说别的你真正做一个笔夹，就是说也是要低成本，但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出一个笔夹的功能性。对，而且这样子看起来真的很简练，而且也很结实，结构感非常强的一个笔夹啊。然后整根笔摸起来非常滑，有点那种喷砂铝合金的那种手感，但当然没有金属那种手感，这个一摸就觉得是塑料的，然后没有完全冰冷。上面的一个对一个 logo 啊，你们能看得到，就正常的，反正整根都塑料感比较强的一根笔。然后这个包装我们继续来看，因为这块应该是可以打开的。打开以后还有两个墨胆，这个墨胆反正很正常的。再下来得力，然后说明书啊，我这边看你们想看的我就对，你们可以暂停一下。好，那这些东西反正最后这个笔还是会那个对那个反正就是会卖出去，然后呢就对，反正就是看哪一个就慈善作用嘛，还是那句话。好，那个笔那我们就先那包装我先放一边去。还是一样，我们的常用的一根笔登场了啊。对，再好，那一个看一下尺寸先。尺寸的话是这样子，14厘米左右的一个尺寸，然后这样你们也看得到它的一个差别，就是说反正粗度它会比无印的这根笔粗一点，反正一样那句话。其实正常我个人用的还是这支百丽金，其实我现在用的频率最高还是这支笔，但是呢因为这支笔的话它不是在市面上不太好找，但无印的店我觉得在很多城市都会还是有的，要找不是很难，这个笔也不贵，然后做个对比还是比较好的。好，那个再下来的时候打开一下我看一下是怎么样啊。打开的话反正就插拔的啊，反正对也不是转，记得反正就是平常开的时候转一转啊，然后再下来啊，里面有颗螺丝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，反正就是一个小螺丝，一样满满塑料感，文具风格很，文具的味道很浓，看起来就像一根文具的笔，另外再下来，反正也是常规你所看到的一个吸墨器，然后这种笔也是跟拉米那个一样，我估计反正也是同一个剑，笔尖的话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一个大小啊，反正还是异形尖啊，对。无印的这个尖反而我用的比较粗糙啊，大家不要太介意。尖反正就异形尖嘛，异形尖通常来讲都是一个小尖。好，那一个几乎就这样子，然后就吸墨器这样，然后拔的话反正应该也是能换尖了，反正现在很多都流行这种。然后上面的话还是有本力的，对，大概就这样子。笔上面整个重量的话不算轻不算重，就是中规中矩吧，很多东西都很中庸。笔握上面的话，现在你看好像会有点圆，但其实不是，它是有点小三角。这边看是圆了，但是摸起来有点小三角，但是它
挖的时候那个挖角不是很深，你不会感觉到特别明显。顺手，你说顺手一般般，不算特别顺手，我觉得不算，还是墨迹，暂时来讲墨迹富丽纹会做得好一点，就用这么多品牌以后，那印象比较深就这两个品牌。对，那就先不说那么多，然后我就赶紧先那个试写一下啊。那个墨水拿过来了，那个直接打开一下啊。打开以后，对，我又换回去这个瓶子了，因为我自己有经常调点墨水，然后就对，然后就换了不同瓶子，然后就反正就自己玩吧，说白就是好。那个先那个一样，选一下，尽量让你们那个看得到它上墨那一刻啊。嗯哼，再来一遍。它这个吸墨器有点紧，反正就墨已经上了，你们应该能看到，我不会上很紧这样子一个情况。对，但它这个吸墨器有不是很滑那种，有点小紧，捏起来不是特别的舒服。那个先放一边去。哎呀，感谢大家一路支持啊！看我这样不是专业的一个钢笔玩家的一个，也不算钢笔玩家，就是钢笔爱好者的一个视频啊，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。好，那一个废话不多说，还是一样写我们的一个字啊。好啊，对，你们看到我这根笔已经很脏了。对，然后呢是这样子，首先让你们听一下两根笔的一个声音啊。阻尼感相对来讲比较小，它的呢，对，你会发现会尖一点，它整个声音，然后我轻一点写，重一点，故意也能可以，但是这个重一点的时候已经有点刮子了，出墨一如既往的，这样子来讲还没有试过有一支哪一支笔出墨是不顺畅或者不太行的。买的尖你们能看得到是一个我应该是买 EF 尖了啊。那其他这里的话，我觉得手感上面来讲偏不是很人性，不是特别硬，因为这种异形尖说实话真的不是我特别喜好啊。当然它有一个很方便的地方，就是说它换尖肯定是比较方便的，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点小刮子，就是说它笔尖来讲它的反馈不是特别的好这样子啊。写中文来讲不算特别合适，长时间书写问题也不是很大。怎么说，因为正常书写工具书写工具嘛，对吧，上书者不折笔，那我觉得就是说通常来讲的话写是没什么大问题的，只是说看你怎么说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而已。对的，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。对的，好的，谢谢大家。